伊咧同好研究蕨类嘅专家，俾到半价生意呢，有下舒适嘅生长环境，蕨田转到佢当有长春经验嘅苗栗大来，还同蕨路方可以工作室。不过呢，全新嘅开始，认识唔同认识嘅，就话要当天嘅问题，唔真嘅系大来人系，工作室开拓也成立咁会好呢。不过对佢来讲，除了中医大来，开工作室唔但请韩客做地去研究佢当好嘅蕨，每张有韩客多嘅时间同佢生意嚟做盘。来看下同丰富嘅蕨带转家乡嘅故事。林秋莲同广场面嘅报道。苍南嘅日头照地半面前，许多冻住精神。当一大早开门，清日色除了六角街，那都挪不掉。就该洗洗冻的一下，就该冻太透，冻入皮水。冬天这两版，就是它就会比较接近日本人他们养出来的形态。对，就是手细细尖尖，然后分叉很多，然后白毛蛮丰厚的，然后看起来很细致。两度如果煮毛芙蓉的六角街，两头温度早发六角街。特定推求生的部分已经融入，扶持救人融粉捞水粉，头前两冲冲盖温度爆子入，扶持穿腿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这一片长完了，那我里面一定会储存足够的水分跟养分。那等到我要再长手的时候，我就会再把这片营养液的养分跟水分再提取出来，然后长新的部分。我们说的孢子叶，孢子叶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生殖叶。那生殖叶的话，它就会它叶子成熟之后，它的背面就会有像这样子砖红色的、橘红色的这种孢子粉。那它在成熟的时候，它就会剥落。那剥落的话，它就会随着风，然后飘到适合的地方，温度适合、湿度适合的地方，它就会再萌发一颗新的。还有白红吊链的吊条，粘嘟嘟的动等一下，一看就看得出佮毛强壮。像玻璃菜，系啊，啊这个是细叶亚洲红脑鹿角蕨，那它原产地都是在东南亚，对。那因为它的叶形独特，还有就是它很接近我们印象中鹿的形态，所以说它也是在鹿角蕨里面辨识度最高的一颗，也是大家可能开始接触这个植物会想要入手的第一颗鹿角蕨。今年36岁的陈志森，其实是伫苗栗台湾的相片出世界，大兰系佮国高中时新种的蔬菜。佮18岁就离开大兰，去到北位读书做事。不过我佮一起心心念念，也佮汉西伫俩台界大兰。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成长的地方，那我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。那我现在小朋友也要读书了。所以我就想要带他到我曾经念书的地方，然后在这边生活，然后在这边读书。陈志森本地的工业区是铁路，广东用未接触到六角街，改出停车的广东减每个类。带他到台南去玩，然后要帮他找生日礼物。那我们就在要找他生日礼物的隔壁有一间户外用品店，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逛。那在里面就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植物，那我们家妹妹就突然大笑了起来，就说为什么要把菜菜挂在墙壁上。对，那也因为女儿的这一句话，让我就是对这样的植物突然有了兴趣。所以给转福哈工后，就开始做功课，也溜溜秀秀收藏一道品种，这块是有六个街是很兴趣，还好买六个街从那前竞争比职业还难多，几下就慢慢的落副业转做职业，到今只坚持5年。还好今日大冷天风开了两间工作室，不过也是不年之计。有唐人讲，开你啊，有生意，有生意么？系啊，啊，但是。我的初衷，我开在这边不是，其实主要不是要推广品牌啦，只是我在人生的阶段找一个我觉得适合我跟小孩的一个生活方式，
或是适合生活的地方。女儿上课的时候我就开店，然后做生意，然后网络行销。对，那她放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亲子共乐的时间，对，就会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彼此。这样子分布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拿一个木板。要分在哪里？然后我们把它反过来，然后敲一敲，这样子拿起来，看，这样子敲，敲大力一点没关系，大力一点。好 ，OK， 完成了。对啊，好像蛋糕。毛孔肉品种，我给豆豉也毛孔肉，青汁三公，两冻烟，跟瑞七分的推翻及下秋冻手法一样，给出了的苗路红红笑，也接受去学习推广。水草跟木板切齐的地方。切齐。就是切齐，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，如果我们的水草是平面的话，它在。我们再把它倒过来固定在板子上面的时候，它就不会因为不平整然后整个圆形跑掉。地方都成立水槽高度幅度标准好，结对这家亲自先动力的高火山用个老将将个结对上板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啊，以前就有听过台球这个东西啦，那这个想说，哎，就来做做看呐、啊，哎，那我就可以把我们家的鹿角蕨，因为它会生长嘛，然后我就可以剥下来，然后再做一个。你说最里面吗？对，最里面那个毛毛的点就是生长点，那这个位置要朝上。后来是因为回到这里的时候，发现，其实竹安也有一些年轻人，在竹安这个地方，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那，透过一些资源的串联。那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，那我们会定期的办活动，比如说我们会办市集，我们会办野餐日的活动，或者说我们会办包粽子包香包的活动。人口一直流失嘛，因为产业离开了就没有机会，然后年轻人就会带着孩子走了，所以小学也不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希望透过一些活化的力量劳动这个地方。陈志胜讲，底下大人的人口大概是春季图书街下街四股一天，大部分老字烟，韩国后生人传点起来，希望做得回家乡，做得事情，为大人日轮日好，每日下到日，成为留地大人。